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玩具一群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新年的红包，看看这组面包超人的，这里写上名字。哇，大家聚在一起都好开心啊，非常可爱的红包。放一张细菌小子的纸币进去。第二组，大家都在空中握着气球，他们在搬着什么呢？好像在堆房子。这一组的背后就比较简单了，正面是他们的头像，好多人物。这一组有很多音符，在干嘛呢？哦，原来在弹奏乐曲。这四个红包，你们觉得哪一个更可爱呢？接下来是迪士尼公主的，这里有四位公主，你们喜欢哪一位呢？再看第二个，这个很特别呢，这里是一个心形的形状，然后有长发公主，还有人鱼公主。纸币放在这里。第三个红包看起来也很特别，长长的，写着致梦想。那我们在这里写名字，这里封口，然后是从这里打开。这个是人鱼公主的，和前面那个是一样的。最后这个画了雪宝，还有艾莎和安娜，是冰雪奇缘的。那这五个红包，你们喜欢哪一个呢？再看第三组米奇老鼠的，和前面的设计也是很像的，这个就是普通的了，上面有唐老鸭、高飞、米奇还有花栗鼠。这个红包呢也是在这里密封，然后这里打开，画了米奇老鼠，他穿着超人的衣服，变得更强大了。这个就是米妮的。那这一组的四个，你们有喜欢哪一个呢？哇哦，还有奥特曼的，罗索和布鲁，好多好多的奥特曼，这个红包太酷了。还有拥抱光之美少女的，正面是五位美少女的大合照。这一套是精灵宝可梦的，还附赠了封口的贴纸。来看看这些精灵宝贝，你们都认识吗？当然还有托马斯的，这两辆小火车是谁呢？正面画了詹姆士、亨利和托马斯。哎，还有一个托马斯的。那这两个你们喜欢哪一个呢？还有玩具总动员的，画了巴斯光年、牛仔胡迪、三眼怪。最后这一组是轻松熊的，也附赠了封口的贴纸，形状很特别哦。看，我们收集了这么多卡通人物的立式风，你们最喜欢哪一组呢？好了，最后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学业进步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